这看起来好好吃哦。拜拜。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网络上看到非常红的 WA 风味创造的甜点，除了外形很好看之外，他们家的甜点也堪称经典啊！今天就来带大家试吃看看它每一种口味到底有多好吃。那现在就跟着我一起进入开箱美食的阶段吧。这次我从网络上订的是他们家的经典甜点达克瓦兹以及冰淇淋系列，现在就让我们来开箱这一盒粉盒，它里面有六种口味。而且啊，我不得不说他们家的包装真的很精致，铁盒超有质感的，打开里面就有附上一张小卡告诉你要怎么做使用。那我这次买了绿盒跟粉盒，一共有12种的口味，我都会吃给你们看，你们也可以当做一个参考咯。我觉得它的甜点造型好可爱哦，而且听说这个甜点是来自于法国南部的一种经典法式甜点。首先我们第一个要吃的是焦糖咖啡口味，这个口味也让我非常期待，这个拿在手上的手感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它外皮一定非常的酥脆。那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内馅，我每一个都会切开给大家看看。淡淡的焦糖香再配上咖啡的味道，吃起来我觉得还蛮疗愈的，咬下去的第一口就有点像在吃冰淇淋的感觉，口感非常特别。它里面就是那种冰淇淋的口感，然后外面那个薄皮脆脆的。接着是抹茶红豆的这个系列哦，我跟你说，咬下去第一口，浓浓的抹茶香马上散在嘴中，再加上红豆的画龙点睛，我觉得这一个味道我超喜欢的，可以再吃个五个都没有问题，这是所有口味里面我心中排行第一的口味。第三个口味是薰衣草薄荷柠檬，这一个口味让我印象很深刻，咬下去的第一口先散发出薄荷的香气，柠檬的香气呢慢慢在嘴中会有余韵，它的口感是非常有层次的，所以这一个口味也让我蛮惊艳的。第四个口味是白兰地肉桂苹果，那这个口味含酒，所以小朋友不能吃哦。其实坦白说我自己个人蛮害怕肉桂的，但坦白说这个甜点居然让我接受了肉桂。这一款口感层次相当的丰富，里面除了有肉桂的奶油霜，还有核桃的碎片跟白兰地的酒香，再加上苹果甜甜的口感，它咬下第一口到第五口的层次会让你觉得非常厉害。再来是这一个栗子伯爵口味，这个咬下去的第一口嘴巴就散发出浓浓的伯爵茶香，再配上香甜的栗子泥，哇，这个真的超搭的，是我所有口味里面第二喜欢的哦。接下来这个口味非常厉害，是咸蛋黄南瓜肉松达克瓦兹，光是听名字就觉得它好复杂，但它的味道吃起来一点也不复杂。原本我以为是咸的口味，但咬下去的第一口居然是甜的，吃起来口感是刚开始咬下去甜甜的，那后面才出现肉松的香气，它是那个 后面的味道很厉害耶。好了，接下来就来开箱绿盒给你们看。绿盒的第一个口味是黑豆黑芝麻，我觉得他们家很厉害的是不管在味觉上还是视觉上都有做到一个精品的感觉，黑芝麻香气再配上达克瓦兹外皮酥脆内里松软的口感，真的超搭啊。接下来是这个君度巧克力，也是含酒的，小朋友不能吃哦。这个口感我非常推荐怕吃甜的你们，浓醇的可可香就是大人世界的口感，这个口味我也非常推荐给你们哦。接下来这个是薄荷柠檬口味，这个口感也非常的棒，它的甜度低酸度高，浓浓的柠檬香配上酸甜的口感真的很解腻耶。这个口味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口味，是 Oreo 巧克力花生，想必大家都知道花生跟巧克力绝对无敌搭啊，这一个口味吃起来也没让我失望，花生的香气配上巧克力的苦味，再加上 Oreo 的甜味，可以说是完美结合，又是很可爱的一个口味。再来是这个香兰咖椰，这个口味完全让我想到泰国耶，香兰本身的香气再配上咖椰的奶香滋味哦，咬下一口瞬间让我想起满满的异国风情味啊。最后这第十二个口味是提拉米苏口味，我个人觉得这个口味也是蛮厉害的，它把提拉米苏所有浓厚的口感都锁在这里面了，配上达克瓦兹的松软口感，真的是出乎意外的搭啊。接着是他们家的冰淇淋系列，也是堪称经典，首先第一个口味是干邑白兰地冰淇淋，其实我是一个不会喝酒的人，但吃下这一口冰真的是让我马上醉啊，下去的第一口酒香超浓郁的，同时还带有一些花果香的气息，超浓的。接着这个是小朋友也能入手的草莓70%雪落，我个人是草莓控，所以这一款完全深得我心，酸酸甜甜的口感完全没有香精的味道哦，那个酸甜的口感让我现在剪影片都还想再吃一口呢。再来是这个君度伯爵冰淇淋，吃下第一口嘴巴瞬间有浓浓的伯爵奶茶香，即使吃再多也完全不会腻的口感，
对于茶控的我来讲，这一个口味我也超喜欢的。这个好棒哦，伯爵香。最后这个口味是香草冰淇淋。如果你不敢吃以上这些口味，香草冰淇淋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他们家香草冰淇淋厉害的地方就是口感相当的丰富，层次也很多，丝滑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啊。虽然他们家的冰淇淋单价比较高，但就是因为他们使用的食材比较天然，再加上减糖的配方以及法国严选的高级奶油，没有香精也没有防腐剂，所以即使小朋友吃的也可以很放心。就是因为他们家的食材非常的天然，所以呢我才能放心的给小朋友吃这一些冰品。尤其是当妈妈要忙的时候，又需要一点自己的时间，这个时候冰品拿出来就非常好用啦。是吗？我们家两个小朋友都吃到不要不要的，重点是这个冰完全吃不腻，还吃得到一点点草莓的颗粒感，真的超赞的。不管是达克瓦兹还是冰品，都有那种甜点精品界的味道。不管是口味上的细致度，还是视觉上的美感，这一间绝对是我目前吃到最厉害的甜点，把这个好东西推荐给你们。如果有兴趣想吃的朋友，可以到我的主页点开连结，就可以看看团购的时间哦。最后，你们还想看我介绍什么产品？留言区告诉我你们的想法。我是老蔡，关注我会帮你上更多产品好菜，记得点赞关注哦。